切桂霞，你们真的不用分开咨询？其实我的不用，有什么话敞开说就行。同意。那女士优先吧。他老是疑神疑鬼。你有事瞒着我。你证据呢？不用证据，我这么了解你，你一撒谎我就能知道。我就在楼下超市多待了一会儿，我连自由行动的权利都没有了。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能不能说说这次争吵的具体原因？能啊。能啊。我在楼下超市买东西，我就跟收银员多说了两句话，他就不高兴了。嗯，那不就是比你长得帅一点吗？胡说八道。你不要口是心非了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们俩是结婚了，但我没有必要什么事都告诉你。你不要避开重点。你这个人控制欲太强了，我想图个清静。我控制欲强啊？我一共就给你打了几通电话，然后问你为什么不回电话，这叫控制欲强？你就是这样。我怎么了嘛？你就是车轱辘话来回转，真让人受不了。不行，太让人窒息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干嘛？离婚，赶紧离婚。冷静冷静，你别激动啊。洗手间在这边，你跟我来，先擦一擦。不可理喻。快来公园，出事了。已经没气儿了。发现什么没有？他鼻梁骨是断的，脖子这有勒痕。根据轻重程度来判断，应该用的是右手。地面上的蹬踏痕迹是挣扎时留下的。他脖子后方有方形的勒痕，应该是手表或者手链留下的。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沙子。鼻梁骨有可能是被踹断的，不是被打断的。花瓣。刚刚我去面馆给文静送花，刚好撞见那个男孩了，他跟周扬起了冲突。我看见什么了？你是不是发神经了？放开！你就是看见了。我看见什么了？你神经病啊！你怎么还敢来啊？你等着警察来抓你吧！你敢问他做过什么好事？花瓣会不会是那个时候粘到他身上呢？哎，对了，他刚好戴了手表。周扬在超市的时候接到过一通电话，可是手机里最近的通话记录在两个小时前，有人把他删除了。会不会是那个男孩打电话给周扬，把他引到这儿，然后把他杀了，再把通话记录给删除了？可是，他动机是什么呢？他们为什么会吵起来呢？这个就不清楚了。只听到那个男孩嘴里嚷嚷着说，周扬什么都看见了。超市的收银员离周扬很近，很可能听到了这通电话。我去问问。哎。这也没人呢。
怎么了？就是他给我寄的包裹，字迹都一模一样。哎，那个，就算真的是他的话，现在是十几年前，他不认识你的。那我可以探探口风呀。你打算怎么说？你这么紧张干嘛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。哎，你好，你现在还有多久才到啊？我在你家超市门口等着你。啊，哎，干嘛？这不是你的包裹，神经病。喂，快到了吗？哦，我看到你了，啊，过来了。你耍我很好玩吗？你到底想干嘛？志明，你干嘛呀？哎，振宇，振宇，哎，啊。什么情况啊？振宇，振宇，你早就认出他了是吗？你知道给我寄包裹的人是你哥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刚才。小韩不是故意瞒着你的，他也是想先搞清楚他哥哥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我知道他想干什么，他想用这个爆炸案把我引入游戏，现在他本人才出现，这个案子就是他写的，他在利用我，利用我查别的案子。我哥给你留的东西都是跟你父亲有关的，我相信他的确是想让你查清楚当年那起爆炸案的。你相信我，我哥不是那种人。那起爆炸案已经被判定为无差别杀人了，他想让我查什么？替你们父亲翻案吗？振宇，怎么说话呢你？如果你也认为是无差别杀人的话，那你干嘛要去隐藏局寻找真相呢？难道不是因为你对这起案件也抱有怀疑吗？你怪我瞒着你，可是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满脑子问号，我给不了你任何答案。既然你怀疑他，也怀疑我，不如我们就地解散吧，谁也别插下去。哎，杜宁，如果小韩不想继续了，那我也一样。哎，师姐。